件事都怪我，是我害你。不怪你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不要想太多。你不想说的事，可以不说。我跟你说过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不要乱跑。苏思璞，你这样我会当真的。陶家，司机是七爷的人，那场车祸确实是金林江和七爷联手的。三年前让你处理的那辆车，行车记录仪呢？当时您派人来取，我给您的人了，您忘了？我当初救你可不是为了让你向着他，你不是想知道以前发生了什么吗？我找到线索了，就看你敢不敢面对。您家三条人命现在很可能以意外结案。不错，了解了我一桩心事，以后我会再跟你们合作。是他